证据确凿吗？铁证如山，证据全在我办公室。报告一下情况。叶雨飞在羁押室，吕红如逃跑，正在搜捕。我已经秘密派人包围了叶家，随时可以行动。注意保安厅的动向，通知警备司令部，让卫戍部队集合待命，随时准备解除保安厅的武装。是。你的证据呢？我判断一定会有人来杀天山，所以就派人假扮天山在甘露寺见面。我认为来杀天山的人一定是共产党。这是叶雨飞拍摄到卑职与假天山接头的照片，他的目的就是要搞清楚谁是天山。难怪我们处处受制。那个吕红如呢？我已经派人封锁了城区的各个出入口，就等他出现呢。审讯叶雨飞。是。来人，把叶雨飞带到审讯室。是。慢着，带他到禁闭室。马先生，懂不懂得先礼后兵？是。带到禁闭室。是。老李同志，我认为你现在必须马上撤离。我相信潘氏同志不会叛变，但是你不要忘了，如果有地下党员被捕，你的上线和下线必须撤离，这可是组织内部的纪律教条。如果我撤离了，那么叶雅颖同志、叶将军要随之撤离，我们前面的工作就要付之东流。可是你要为组织的安全负责任呐。好了，不要说了，在这个问题上不需要民主，我不能撤也不会撤。找到了吗？你全力以赴，不惜一切代价把吕红如给找出来。是。叶雨飞，你不开口说话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我们之所以把你请到禁闭室来，我们是把你当成组员，想给你一个弃暗投明的机会。不要负隅顽抗，你做的很多事情我们都是知道的，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。不要以为你现在还是总裁侍从。叶雨飞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希望你能明智一些。样的，你知道我有多么期待我们能够在审讯室见面。你最好别开口，千万别开口。怎么？怕？进来。马先生，执行你的计划，一定要把成都共党地下组织连根拔起。是。保密局荣战行动科科长，奉命搜查叶府，这是搜查令。搜查叶府，你敢吗？你最好让我进去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我倒要看看
看你怎么个不客气。开门，走。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，开门。喂，什么？砸门？啊，陈妈，你别急，照顾好太太，我马上过来。陈叔，什么事？龙战要搜查公馆。什么？这帮混蛋！马上带卫队过去。是。盲目乐观，轻视敌人，才造成了现在这种局面。我要负最大的责任。叶将军，我们保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于飞。李先生，不用安慰我。当年我追随中山先生，也是抱定为主义牺牲的决心。你们的领袖毛润之先生说过，要奋斗就会有牺牲。我现在担心的是你们这个计划救不出宇飞，反而会引来更大的危机。宇飞被捕，包括你我在内的一大批人都被划入了重点嫌疑对象。如果宇飞的共产党罪名坐实，蒋介石就会把我们通通投入监狱。我们只能抓住最后的机会，拼死一搏，或许还会有反败为胜的机会。投之亡地，然后存；陷之死地，然后生。我们只能奋勇一搏了。集体集合，杨卡七，小七看，报告，卫队集结完毕，请训话。好，弟兄们，龙战欺负到厅长头上了，搜查公馆，你们说要错不要错？好，现在去给那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去开开眼。出发，副指挥，小杨专航母走。快，老四，去找老大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马上去叶府。好，是。报告，进来。厅长，龙战抓不到把柄，不敢搜查公馆，到底哪出了问题？宇飞被龙战当作共产党逮捕了。少爷，这怎么可能？他可是老蒋的侍从。你在总部盯着，我和李秘书回去处理一下，有什么情况电话联系。是。喂，冯参谋长，保密局荣战欺负到叶长官头上了，要查公馆。小陈，荣战那群狗腿五虎你喂了头？叶长官啥子意思？叶长官回公馆了。晓得了，我马上就弄。家门开门，开门，快！嘿，别动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我们奉命在这执行公务，请你们不要打搅我们。放你娘的臭屁！还想再来搜查？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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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梦！我毙了你！狗日！再说一个字！老子把你放在这儿，弟兄们，下这道墙，我看你们谁敢！李正，开门，开门！老陈啊，你知道哪儿是私人领地吗？报告厅长，院内是私人领地。很好，叶厅长，你没有资格这样跟厅长说话。你们四个在这守着，其他人进去。是，我守好了。进来，进来呀！都给我听好了，把各个门给我把好，一只蚊子也不能飞出来。切。
听见没有？是。哎呀，辛苦你了啊！慢点，慢点，不着急。哎，小心别扎着手了。缝好了，来试试。好。董哥，叶大哥是咱俩的救命恩人，你现在又在蒙爹的队伍上谋事，以后无论干啥都要为蒙爹和叶大哥想想，宁可咱自己吃亏，也不能给人家添麻烦。我知道。哎，你，老实点，试衣服呢。老道，谁啊？老道，我老四，进来。啥事儿？慌慌张张的。老大，嫂子，荣战要搜查叶公馆。老陈让我们马上过去。我去他娘的！哎，刚才跟你说的话记住了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啊。站住！徐先生，他是我表弟，刚从重庆来，住两天就走了。是他表弟吗？跟表弟说一下，离女眷的房间远一点。我的脾气你知道的。哎，知道知道知道。记住了啊。哎，知道。走。进来。站长。行。现在两边正在武装对峙，军官会的人也在调兵入城，先头部队已经赶到了叶府。好啊，闹得越大越好，让所有人都知道叶泽宏有一个共产党儿子。我担心真的动起手来，马队长会吃亏。叶泽宏一旦开枪，那就是包庇共党，枪杀党国干员。我们调动所有的人马去凑个热闹吧。是。接电话局勤务处处长办公室。喂，勤务处罗仁贤，你可以去叶家。这几天叶家会有大事发生，你要是接到我的电话，立即去叶家观察他们家的动态，看看他们和什么人接触，特别是会不会跟你们的人接触。何站长，我再重申一次，我现在只效忠党国。我当然相信你了。以后有时间呀，多来家里玩啊。好，谢谢伯母。爸妈同意了。啊？同意了。我要带他去台湾。只要你能证明叶矮影不是共产党，我会承认这个。老爷子厉害啊，这叫威望。让开，许东，你去书房向厅长报道。明白，去吧。穿黑色西服，打蓝色领带。好的，知道了。你们继续追查。叶将军，在事发地点沿途和周边的保安厅哨卡，都没有发现吕鸿儒。他能跑到哪儿去呢？蒙爹，这兴师动众的，出啥事了？我可以告诉你发生了什么，
但是你必须给我保持冷静，能做到吗？能，你说吧。荣战以宇飞是共产党为名逮捕了他。他姥姥的，我待会把大哥救出来。站住。你觉得外面那么多的兵比不上你个小分队？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，让李先生给你行行盹儿。徐会长，如果你们武装营救叶宇飞，那就是害了叶宇飞。为啥？上次你们不听指挥，跑到邓公馆去营救叶将军，让马成峰和何林以为叶宇飞身后有一支武装，而且叶宇飞头上还顶着侍从的头衔，很容易把他跟你们次将联系在一起。啊，我明白。那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救，当然要救，而且要成功营救。那你说我该干嘛？等，在这等营救的机会。那我到外面等，你们商量好了告诉我一声。我是保密局荣战站长何林，请你转告一下叶厅长，我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叶宇飞是潜伏在我们党内的共党奸细，现在已经被我站逮捕，我们现在是奉命来搜查叶家，请给予支持。话说完了吗？说完了站一边去。如果你再妨碍执行公务，我有权。你有权开枪是不是？来，想进公馆容易，踩着我的尸体进去。各位弟兄，叶宇飞是共党，支持共党就是背叛党国，我们要与共党的家庭划清界限。跟我进去搜。谁敢？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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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枪放下。陈兄，请转告叶厅长，乘风拜见。请稍后。马先生，报告。进来。什么事啊？马成峰求见。知道了，你去吧。是。马成峰亲自出马，看来是挡不住了。你们房间里有没有什么敏感物品？哦，我和宇飞是不会把敏感物品带回来，但是叶雅颖就不好说了。他人在哪？陪他妈妈在佛堂。我去问一下。我去会会马长风，尽量给你们拖延时间。老李，我哥没事吧？好，我们正在组织营救。你的任务就是安抚好你的母亲，不要让她过于担忧。马成峰来了，你家里有违禁品吗？应该没有，电台转移以后我把能清理的全部都清理了。那就好，你回去吧。哎，老李，荣战要员的资料全部都在我哥房间呢，上面全都是用我们的语言，放哪儿了我也不知道，我们一起去找吧。厅长到。叶兄，别来无恙啊！哎，马上就要有恙了。成峰兄是来施压的吗？岂敢岂敢！叶兄，我是相信宇飞的。你说他的总裁室的侍从，怎么可能会是共党？哎，不尽然，侍从室也出过共党。叶兄，这明显是在说气话。
叶兄啊，这红帽子可是不能戴的，搜查一下也是走个过场，对上对下都有个交代。陈凤兄，宇飞被捕不是偶然吧？叶兄，此话怎讲啊？荣战那个姓何的女人对我们叶家是穷追猛打，我告诫宇飞要以大局为重，宇飞是一让再让，可那个女人反而得寸进尺，不清不楚的逮捕了宇飞，而且还要抄家。你说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？叶兄严重了，怎么敢说抄家，最多也就是搜查一下。不过关键是公子身上的确有些疑点说不清楚。有什么疑点说不清楚啊？实不相瞒，这何林在共党地下组织内部有内线，今天他们约在甘露寺街头，这宇飞突然出现把那个内线给打死了。叶兄啊，这下面的人有下面的人的职责，你就让他们进来，就是走走过场，也好有个交代。叶兄，我也看出来了，这里面一定是有误会。你就让何林他们进来走走过场，然后我再出面。哎，我出面来解决这件事，你觉得如何呀？那我就给马先生一个面子。老陈啊，让他们进来。厅长，他们欺人太甚。哎呀，去吧。是。多谢叶兄。叶兄啊，这下面的人就让他们办下面的事。我早就听闻叶兄棋艺高超，今天乘风讨教一局如何呀？好，那就下一盘。好。叶厅长已经同意我们搜查。那边没有。别急别急，好好想想宇飞看资料有什么习惯。我哥喜欢躺着看书。床。站住！手里拿的什么？拿给我看看。你去哪儿？去佛堂拜佛，你要跟着吗？手里拿的什么？这是厅长要的资料，你要是想看的话，请跟我去，经过厅长的同意才能给你。马斌，在。你去搜叶宇飞的房间。明白。行吧，走吧。请。厅长，这是您要的资料，放一边吧。是。叶厅长，请允许卑职看一下这份资料。叶厅长，卑职想要看一下这份资料。
李秘书，到，把那份资料给我拿过来。是。下去。对不起，卑职打搅。面熟啊。哦，上次马先生搜查叶府的时候我们见过面。想起来了，叶小姐的先生承蒙厅长厚爱，在厅长这儿学了个差事。还不下去？马先生的肚子里有很多秘密，你是想偷听吗？当心把你当共党抓起来。叶兄啊，你的夹枪带棒的乘风我可承受不起啊。听着，马先生，卑职不打扰了。哎，你等等，看着那几个火药桶，别让他们炸了。是。这狙可走到我的马嘴上了。哎呦，娘！哎呀，你这脏手可别乱碰小姐的东西。哎呀，你别乱碰。搜查完毕，没有发现。下去吧。是。江。哎呦！卧槽马。嗯。哎呀呀呀呀呀！输了，输了，输了，输了！叶兄棋艺高超，程峰甘拜下风。哪里哪里，程峰兄谦让啊！叶兄，下面的人不懂事，我回去一定好好管教。程峰，告辞。请。哎呀，久闻叶兄胸有韬略，你这手边的资料想必都是精华，程峰。可否拜读一下？
手抄的佛经啊。弟兄，何时皈依佛门了？程峰兄，像你我这样的人，佛祖敢收吗？那人信佛，手抄佛经让我带在身边，祈求佛祖保佑我平安。哦，嫂夫人温良贤淑，让程峰羡慕。程峰就不多打扰了，告辞。老陈，到。宋科，是。马先生，请。怎么回事啊？哦，事情是这样的。这是什么？我妈手抄的佛经。手抄的佛经。带上，走。嗯。事先通知我一声，哼，吓得我呀出了一身的冷汗。陈叔，这怎么了？罗先生，你来的正好，赶快去安慰一下小姐啊。哦，乖，谢谢啊。啊，哦，这个就是吕鸿儒。报告，进来。小姐，罗先生来了，在客厅等你。小罗，爸，你说任贤能不能帮上点什么？他一个书生能帮上什么忙啊？你去吧。任贤。江颖，任贤，好了好了，别伤心别伤心啊！大哥的事情，陈叔已经跟我说了，没事，你放心吧，大哥一定会吉人天相。再说，大哥是蒋介石的侍从，特务不敢为难他，肯定是误会了。任贤，我哥，他是，我哥他以前是蒋介石的侍从，可现在谁还顾及他呢？我看门口刚刚有士兵撤走，荣战要来家里搜查，马成峰也来了，谁也没挡住。想当年伯父威名赫赫，公馆的门口都不用卫兵把守，现如今伯父出山为蒋介石效力，反而引来这帮宵小气啊。我爸不是为了蒋介石出山的。那他为什么？他不想四川人民陷入战火。深谋远虑，大哥被捕，伯父还是要赶紧想个办法营救，不然夜长梦多。你放心吧，我爸正和李老师商量怎么办呢。李先生，伯父的秘书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这个李先生肯定很有才能。翻拍吕鸿儒的照片，多印一些，翻发到各个哨卡，会不会有效果？一是范围太大，保密困难；二是国共双方都在找他。报告，进来。孟丽，李先生，怎么样？商量出办法了？办法倒是有，但必须找一个人去执行。我去呀？也不行，必须要找到这个吕。吕鸿儒长什么样？来，
这双眼睛好像在哪儿见过。你别着急，好好想想。老四，老四来了，过来过来。你看，这双眼睛好像在哪儿见过呀？我觉得好像也有点眼熟。站住！这是谁？他是我表弟。是他表弟吗？是是是。我想起来了，大茶壶的表弟。在哪儿见到的？怡红院。叶雨飞，我今天去了趟叶家，很可惜什么也没有搜到。但是我相信，明天报纸的头版头条肯定是保安厅的叶厅长养了个共党的儿子。你别想打什么鬼主意了，铁证如山，没有人能救你的。就算是告到总裁那儿，总裁也不会理会。没有人能救你，我劝你还是趁早交代了吧。你听到我说话了吗？吕先生，又是你们，吕副站长，对不住，对不住啊！迫不得已，用这种方式把你请来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想请你帮个忙。你们知道保密局在追杀我，我能帮你们什么忙？吕副站长，这个忙你非帮不可，因为帮我们就是帮你自己。如果成功，我保你平安度过此劫。算了吧，我不相信你们。
别问我到底要去向何方，前方的路荆棘密布，只要有信仰就不会迷途。我喜欢孩子们脸上的笑容，也喜欢满山拨开满山霓虹，恋人拥抱，朋友欢笑，我相信那天他不会遥远。妈妈和爱人请祝福我吧，想我的时候请你微笑吧，艰难和苦寒都只是磨练，过完了严冬春天就来山霓虹，恋人拥抱，朋友欢笑，我相信那天他不会遥远。妈妈和爱人请祝福我吧，想我的时候请你微笑吧，都只是磨练，过完了严冬春天就来了。